姐，我到了。这是你的家。我家在前面院子里，送我到这儿就好了，我自己进去。啊，姐，你怎么了？ 再见，妈。妈，儿子，我的好儿子。这几天我不在，你吃苦了。没有，我天天吃凉点心。你看，这点心哪来的？格格呀。 格格，哪个格格？你忘了，不是那天是格格来找你吗？是他。老婆子，吃饭了。爸，你还知道回来呀？坐床上，啊，吃饭了。狗不理包子，还噎会着呢。先喝汤吧。 要不你也趁热吃口。哦，爸，我不饿。哎，回来！我说你串成这样，干嘛去演戏去？爸，我不跟你多说了，你陪妈妈。回来！这深更半夜的，你要去哪儿哈啊？我今天晚上供完当夜班，谁照顾你妈妈？回来！哎，李记，这两天你干嘛去了？让我们好找啊！ 谁？ 若冰，若冰，是你呀！你来干什么？我知道这个时间来找你不太合适，但是我真的太想你了。住口！怎么了？我不是说过我要把这几天发生的事儿全部都跟你说吗？你不知道我这几天是怎么过的。我今天好不容易从我住的那个地方逃出来了，回家看我妈。 我妈说格格来了，我就知道一定是你到我家来找我了。你知不知道，这几天我有多想你？我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想。别靠近我！若冰，你怎么了？出去！若冰，你干嘛要这样？我让你给我出去！发生什么事？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到是要问问你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的？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那个女人到底是谁啊？你跟她是什么关系？你是说娇娇姐吧？若冰，你误会了。那天因为军警把我打了，是她救了我。好了，要不我就没命了。我不想听，我不想听。这个美丽的谎言还是留给你自己吧。你听我说好不好？让开！出去！你再不出去，我就喊人。你真的误会了，娇娇姐不是那样的人，我们不是那样的。 出去！我让你给我出去！若冰，发生什么事了？
若冰，若冰，你听我解释，开门呐！是不是有贼呀，若冰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等会儿，等会儿。算了，没事，没事了，回去吧，回去。你这混蛋！好了，哎呀，滚开！好了，你也回家吧。你还不快滚啊！你滚！好了，哦，老爷，别这样了。没事了，回去吧，回去。若冰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李记他，李记他，李记怎么了？姐，怎么了？我刚才看见他了，我亲眼看见他。你看见啥了？你急死我了！别哭了，别哭了啊！你看见啥了？你跟姐说呀！哎呀，你急死我，说话！你说说你啊，你个没出息的东西！你没有事儿，爬到大小姐的房间里面，你要干嘛？你说话呀！你哑巴了？你说话呀！我你了，还要在公馆里面共事，你这个样，让我怎么面对哥哥？让我怎么面对老爷？你还让不让我在公馆里面共事？不许动我儿子！开门，开门呐！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，我怎么养活了你这么个倒霉玩意儿？今天非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不许打我儿子！开门呐！开门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不许打我儿子！妈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红哥，妈，把刀放下！你放下！爸，你快走！拦着他！儿子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儿子，你没事吧？好了好了，不哭了啊！哭多了伤眼睛。平儿，我总觉得李琦不能干那事儿。我在巴黎饭店亲眼看见了，你还不信？反正我觉得他吧……哎呀，那你要都亲眼看见，你还为他哭啥？更不用哭了。都大半夜了，你去睡会儿吧。啊，今天晚上的事情是场误会，若冰说了。误会，误会，又是误会。你呀，李记和若冰都是规矩孩子，你不要什么事情都往歪处想。我往歪处想，你看到没有？如今都演起《西厢记》里的张生跳墙来了，你还说我往歪处想？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，如果宣扬出去，我的老脸往哪儿搁呀？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若冰这个年纪的女孩子做蠢事的多的是，可是我的话你永远听不进去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现在你不会说是我疑神疑鬼了吧？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说不定天一亮，人家就会戳我的脊梁骨了。老爷，老爷。
这都是我的错，这事儿都怪我呀！你这是干什么？是我生了这么个不正气的孩子，王爷，哎，不是我，够了，斗哥，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，养不教，父之过，是我没有教育好这个小畜生，我早跟他说了，从此往后。 不许再到府上的门，不许再见大小姐。哎呀，斗哥，快起来吧，起来啊！来来来来，斗哥，斗哥，我想喝点酒。老爷，您又饿了吧？这边我让赵四起来给您做宵夜。哎，不用，你陪我喝，啊？去吧，去吧。 回去休息吧。你又不懂喝酒，在这干什么呀？去，行，那你们喝吧。豆儿，来，坐下。老爷，这我怎么能够承受得了呢？还是我给您倒酒吧。哎，尝尝茅台。来，那我就祝您。 福体抗泰，万事如意。怎么样？劲儿不小啊！茅台这东西就是好啊，怎么喝也不伤脑袋。啊，嗯，好了，哎，还是朕相，难怪当年贝勒耶。 除了借种酒，别的酒啊，他不动啊。我们贝勒爷呀是酒将军，粮食他可以不吃，菜可以不用，酒不能不喝呀。在我们府上啊，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，客人来了，只上酒不上茶。当年啊，在天津日租界避难的小皇帝宣统到我们府上来了。 贝勒爷让我给他上酒不上茶，哎，爱新觉罗溥仪就问我了：“你为嘛不给我上茶，骗上酒？”贝勒爷听见了，是三步并作两步跪在那儿，启禀万岁爷，小府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是只上酒不上茶。对了。 豆儿，我干儿子今年多大了？啊，今天19，明年就20岁了。啊，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。哎，我看上了个女孩子，想介绍给李记做媳妇。谁呀？不行，不能这么做。要断绝他和若冰的关系，保住司马家的声誉。 我不能不这样做。你这样做不觉得对女儿太残酷了？残酷。他现在可能会这么说。可是总有一天他会明白，我是为了他的幸福才这样做的。对了，他不是想找一个意大利老太太学生月吗？答应他，叫他去。 哎呀，祖英，你要干嘛？ 是李记吧？是啊，回家吧。回家？来，你自个儿看看去。小姐好。哦，斌子，丁先生，丁少爷，丁少爷好，谢谢谢谢。少爷好。社会人，人还社会。这搞什么呀？
你小子，这就算回来了。这么早就放学了？哎，我说，你们算是嘛学校啊？爸，你怎么一大早就在喝酒啊？儿子，你看看这个。看什么？这个女的啊，就是你以后的媳妇儿。爸，你喝多了吧？ 谁说的？哎，李进，哎，你坐，你坐下，陪你爸爸喝两杯啊！我说啊，你小子夫妻不小啊，你知道吗？这是老爷专门为你提亲，你瞪那么大眼干嘛？吓唬你爸？若冰知道这件事吗？我就准知道。 你要提若冰，我说你成家提大小姐干嘛？提她干嘛？你要没有嘛不满意的，等哪一天呢，我就到人家家里面去下聘礼了。李记啊，你再好好看看这个，啊，他眼睛啊，水汪汪的，看，李记。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，若冰，若冰，你来干嘛？我找若冰。你还有脸来见他？你怎么也对我这个态度啊？那你要我什么态度？行了，快走吧。哎，若冰，你干嘛？若冰呢？不在。 他去哪儿了？你管得着吗你？哎，你真有那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巴黎饭店那事儿。哎，你刚才在跟谁说话？啊？ 没谁啊，若冰呢？若冰出去了。去哪儿了？米佳，你找她去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了。你在这儿等我，一会儿带我去大光明，啊？哦。哎，站住！干什么呢？我找个人。今天是礼拜天，不上课。哎，男生不许进去。 回来，若冰，若冰，若冰，哎，你怎么进来了？不是带男生不让进吗？姑奶奶就是她，不是说过不让你进吗？若冰，赶紧走。若冰，不要再来胡闹了，这里是女校，不允许男生进。 你在哪儿呢？你误会了。裴姐不是那样的人，她是我的救命恩人呀。如果没有她，我现在可能进了牢房了。你为什么不听我解释就赶我走呢？你为什么躲着我不见我呢？我不怕挨打，不怕坐牢，可我怕你误会我呀。若冰，你在哪儿呢？ 我要把这几天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你，你听见了吗？你听见了吗？
上机。谁？谁在唱这首熟悉的歌？是他。是他。是他。不，不是。这是真的声音，还是我的幻觉？难道这是一场梦？唱吧，唱吧。如果这是梦，我真希望我永远不醒，永远听你这梦中的歌。若冰，你到底在哪儿呢？那个意大利老太太家，李记去过吗？没有吧，应该。哎，舅，你慢点开。哎，舅。雅秋，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去斗哥家。你去斗哥家干嘛呀？哎呀，你放开我！我要告诉斗哥，让李记不要娶那姑娘，制止一场悲剧的发生。这不是悲剧，这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喜剧啊！哎呦，这都什么时代了，你为什么要夹在两个年轻人当中包办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呢？雅秋啊，我这无奈之举都是为了女儿，为了我们家的名誉啊！祖爷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这样做，不仅会伤害李记和那个女孩，你还会伤害到我们自己的女儿。来，叶秋，坐。雅秋啊，我说了这么多，你怎么还这么糊涂呢？我们是从李记这个年纪过来的，那种爱，那种浪漫，那种山盟海誓，过不了多久就会烟消云散了。不信你看，明天李记过了洞房花烛夜，将来那个女孩再给他生个孩子，我敢说，李记会很快把若冰忘得一干二净。男人嘛，对女人的感情，来得快，走得也快。只要给她住一个温馨的小巢，即使他到外面去乱搞，最后他还是会回到他的小巢。你看，我不就是这样吗？啊，雅秋啊，我知道你和继儿情同母子。放心吧，明天我给干儿子办的婚礼，一定会安排得非常非常的体面。原来你让若冰去学唱歌是因为……你又要说我诡计多端了是不是？只要明天的婚礼顺顺利利的举行，你骂我什么都行。对，火给灭了，喝点凉白开了。来，媳妇，最近有嘛新闻？哎，棒子麦可涨价了啊！这也算新闻？哎，听说最近抓兵的可不少了。这也是旧闻，我早就知道了。我说大爷，别看您是秀才不出门，便知天下事儿啊！你说嘛新闻你不知道？就是那大爷。那《三字经》《名贤集》，那嘛没学过，啊，那学问可大了去了，那真是博览群书啊！博览群书，你别拿我开涮了。要说看书，这辈我就看了一本书。嘛书？黄历。嗨，黄历。哎，我说大爷，别看您是万事通，但有一事儿啊，你肯定不知道，就是李记要结婚了。
李记要娶媳妇儿，对，这倒是新闻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要说李记可真不够意思。咋了呢？这事儿向咱们还保密呢。哎，还是那个白马小姐吧，那长得真漂亮。哥，你这是嘛年头的黄历了？跟那个白马小姐早吹了。吹了？啊？为嘛吹的？我哪知道为嘛？为嘛问新郎官去？来啊！戴上，戴上。哎，这多好！记住啊，到时候不许大乐，也就是说不要大笑，免得吓着咱们媳妇儿。你照照，你瞧瞧，最起码年轻20岁。要说呀，咱们老爷对我，对咱们这个家，真是一百亿呀。为了这婚礼，他把永安大饭店都给包下来了，请了洋乐队，帖子也发了不少，来的人啊，都是你那有头有脸的人。你说说，靠咱们家自己能办了这婚礼吗？能有这排场吗？哎，还得说呀，李记这孩子，他有福气呀，他有福气。妈，哎，儿子，妈，我不娶媳妇儿。娶媳妇儿，娶媳妇儿，娶媳妇儿，娶媳妇儿。你这是干嘛？你这是干嘛？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亲耳听到的，还是要给李记办一个特别特别体面的婚礼。新娘子谁啊？那我没听清，反正不是若冰。大姐在这个时候偏偏又跑去学唱歌了，你说？哎，齐萌，你说那事儿是真的吗？什么事儿啊？就是李姬和那女的，他俩没事儿那事儿，当然是真的，我都经过调查的。那你敢向老天爷发誓吗？哎，干嘛？你快说，你敢向老天爷发誓吗？当然。借用。哎，哎，老二，他帽子拿走了。老四，你不管啊？爷爷，请进。你是？别紧张。你认识李记吗？认识。我是李记的朋友，想找你问点事儿。啊，好，那你请坐吧。能不能再快点啊？哎呦，我的姑奶奶呀，我已经开得很快了。我用，我用，我用！哎哎，怎么了这是？怎么回事啊？看一下，我帮我拿下你。哎，不是，这还能修好吗？你别着急啊，我看看。恭喜！里面请，里面请。
别说话。气媳妇儿，吃吃。我认你做他干嘛？别说话。气媳妇儿。谢谢老几位啊，谢谢光临。谢谢谢谢。老哥哥，我姐姐，谢谢啊。气媳妇儿，气媳妇儿。少瞧人嘛。大姐，这位是黄茵茵，这位是我夫人。哥多傻呀！啊，哎呦，还跟那娘们握手呢，还。哎呦，要我，一脚我就给他踢出去。哎呦呦！谢谢谢谢，里边请里边请。看那男人，啊，多会做戏啊，在那两个女的之间左右逢源，哎呦，真会演。哎，要我们家老郭，敢在外边沾花惹草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他！哎，你们家那口子你得看严点儿，就是得看严点儿，就是。来，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一起去吧。哎呀，怎么还不开席呀？饿死了。来，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就在那坐啊。老谢呢？啊，老谢医院有个手术要做，一会儿他待会儿就能过来。哦，那好。气媳妇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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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气媳妇儿。玉玲姐，气媳妇儿，吃点花生米。行，茶水马上就上。哎，好好好，媳妇儿。太太让你吃果仁儿，是吧？娶媳妇儿，娶媳妇儿。是，就是娶媳妇儿了你。对。抱平，我给你抱吧。娶媳妇儿说一两句就行了，都知道去吃这吃这。娶媳妇儿。哎呀，行了，张嘴，哎，咬我死你！再吃一个，咬啊！哎，娶媳妇儿，吃点花生米吧。啊，吃，娶媳妇儿，娶媳妇儿，吃。若松，格格，你过来找我干什么？怎么，怕你老婆知道我？格格，还是这个好吃啊。那我们就去外面说吧。有什么话快说吧。棉纱的价格又跌了，赶快抛吧。现在的价格怎么抛出去啊？再看看吧。还款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，还是抛吧。要是现在抛出去的话，我们连70%的贷款都还不上啊。多吃点，你喜欢喝。老爸，哎呦，进去吧。你说怎么办？哎，子明，是来，你没事事儿。那个郭新哲啊，在德国会馆等你，让你马上过去。什么事？我不知道啊。国兄啊，你怎么还不过去啊？怎么了？祖英啊，中央清查团到天津了，而且他们一到天津就召开了记者会，明确宣布要从天津市的党政接收大员为清查重点。透露出风声说，非要打几只老虎不可。哼，还设置了告密箱，据说公安局的张局长已经被有人举报了。老张这次在劫难逃啊！哎，祖爷，他们早晚会查大西洋公司的，所以你要做好准备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。
你说你这个人平时做事总是谨慎小心，可是今天你新郎官又不是你儿子，你干嘛把排场搞得这么大呀？谁能保证那些宾客当中就没有清查团的耳目啊？好了，我走了。哎，你可是主婚人呢。哎呀，这清查团那边我也要应酬啊，证婚任务不能当了。好，对不起，再见。哎，秘书长给你打过电话吗？没有啊。秘书长昨天给我来电话，让我转告你，说中统的人正在查大西洋公司，让你处处小心。中统的人盯着我干嘛呀？你不知道，秘书长的爸爸跟 CC 之间的关系由来已久，矛盾特别大，水火不相容。他们盯着你，就是想从你这打开缺口，明白了吧？好，不多说了，再见。新娘子在路上。在路上？那新郎怎么不去接新娘呢？我们上海有个风俗，新郎一定要去接新娘子的，而且上轿的时候还要多带一双鞋，那就代表以后的生活就交到了丈夫的手里。他怎么还坐在这儿？怎么不去接新娘？最近药吃的还好吧？老爷正好啊，吃了老爷给的药，就再也没有大犯过。你看，大哥那愁眉苦脸的样子。陆生，燕燕干嘛去了？不知道。你说大哥结婚，若冰知道怎么办？他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学唱歌的？别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啊！别说话。哎哎。怎么了你啊 ，Smile？ 我想你们别说话。那边那两个人怎么一直盯着我？有吗？没错。你是不是神经了？别瞎想啊！啊？哎，干嘛你啊？走。大喜的日子别糊弄。来，吃个糖。新娘到！阿梅来了。母鸡，新娘子来了，你做嘛还哭丧着脸呢？母鸡啊，
岁月长，无奈何人过往，无奈何天捉弄，历尽人世沧桑，无奈何缘分短，无奈何两离散，无奈何人离去，隔海相顾无言缘，身边往日情景浮现，仿佛回到从前，笑着泪洒心间，呼唤着你名字，不管有多遥远，你是否能听见，我一直在身边，多想时光倒转，回忆重演，再续前缘。像时光倒转，回忆重演，再续前缘。多像时光倒转，回忆重演，再续前缘。